fell in love, but not in court.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组选手 out 掉的到底是哪一位评审呢？应该不是我，因为刚才台球我给高分的。哇！怎么会这样？哎，把最高分给奥特掉。你是在耍我吧？刚才瑞哥和刘真在说，我听见了。他说，应该不会是我。对，瑞哥，要不然他怎么管我要高分呢？结果他不灭了。哎，你奥特的是我，然后又让我给你高分，有意义吗？老师应该是那个广播员，我感觉应该对这个特别特别的不理解。广播员，广播员，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广播员，我还生产队员呢。播音员。播音员不是那么时尚是吧？你觉得你们分析错了，你像我跟刘真两个女孩见不了这种太暴力的东西，然后白凯南胆儿又小，他也见不了。我们这四个人里最爷们儿的一个人就是李瑞。那么这一组选手拿到了140分，很遗憾他们没法进入我们的威武冠军吧。我们还是很尊重你们对于你们爱好的热情，但是也请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们的这种摔跤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好吗？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动作演员啦，不过我一直没什么机会。通过我在网上一个视频，然后我们湖南卫视的导演看到了我，找到了我，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动作展示一下啦。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梦想，两个兄弟在荧屏上给我们带来能够永远记住你们的那种英雄形象，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投入的表演，谢谢。把掌声送给他们，加油。我是开拓中国表演画派的黄凤龙，这是我深圳大丰油画村的工作室。大丰油画村是我们中国油画第一村，这里有5000多名像我这样的画家。我在这里折腾有3年了，我自己学画画也是走野路子的，但我现在想把静态的绘画和动态的舞蹈音乐做结合，希望能够搞出新名堂。这次我特地邀请了2位美女画家表演一出舞蹈话剧，我的灵感来自于我亲爱的老婆习武辉阳，画之母来了。Thank you.
那个是怀孕了吗？啊？是怀孕还是胖啊？那个女的是怀孕还是胖啊？啊？怀孕了，怎么会胖？就是他们之间发生了情感纠纷，然后他非常的愤怒，是的，然后呢就把你的愤怒呢踩在了他的脸，就是这个 是一种纠结，不是这个人跟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有什么关系？是瑞哥吗？这个像瑞哥，是，真的是吧？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踩瑞哥，不是我才知道我的脸是被踩出来的，嘴怎么歪了？歪踩歪了吗？我可以改脸比。你改两笔，我这个画我一定要拿回家珍藏。哎，好了，正了。哎，那个点儿是孝文，哦，孝文已经非常像了。就虽然你刚才拿脚踩两下，但是你一拿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就特别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自己的脸被踩过一样。还好把皱纹都踩平了，挺好。对啊，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创意。但我就想问一下，舞蹈的部分在哪儿？有跳啊，刚才踩脸的时候你没看见啊？就是踩。对，我都学会了，就是那个。你都感受到了。有啊，是这样子，是这样的。评委老师，我本人是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但是呢，我确实很想把绘画和表演结合，做了很久很久的尝试。那今天很荣幸来到习武飞扬，也就是想用这种形式来看能不能征服你们。瑞哥喜欢吗？非常非常喜欢，谢谢。如果我能用脚踩出这样的一幅画，我就不做主持人了。大家看像我吗？特像，像。像就给我们鼓鼓掌吧。我终于觉得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的脸不对劲了，一定是曾经有人用脚踩过。你为什么请一个怀有身孕的人上台来跟你一起来表演这样的一个节目？因为是他最重要的人呢，对不对？今天晚上确实我们三个人精心也是准备了一个礼物要献给我的太太。不是，她不是你太太。她不是我的太太，孩子也跟她没关系。我太太的好朋友。你的真太太呢？来了吗？来了来了。我想把一张画先给她引出来，你们觉得好不好？好。哎，哦，有魔法。用魔法把太太变出来了。今天来到现场，除了要给我们带来这种彩画的艺术之外，还有什么要跟老婆表达的？我们三个人今天过来参加习武汇演，我们可能过不了关，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成全我来为我老婆补上一份礼物。我们是在10月24号办的结婚证，我还没办酒席，我们没有拍婚纱照，我没有买戒指。都没有，然后呢，他无怨无悔地跟着我，我很荣幸，我能碰上一个好女人，她把我从一个很难很难的困境中拉起来，把我很浮躁的心态纠正过来，让我会懂得珍惜，其实幸福就在身边。今天我们还没上舞台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老公啊，你知道有一种爱怎么表达？我说怎么表达？她说到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暗语，
那我现在就公开给你们听，他说是这样捏一捏这个耳垂，就比如是爱他，他捏捏我就是说这时候在想我，我说是我们的暗语。我当时我在台下的时候，我真很温馨，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我今天早上我才买了一份礼物，哎呀太好了，他不知道，借这个机会我要送给他，好浪漫哦。哇，要跟他说什么？李红，红红爱你，老公我也爱你。好，这是我们最喜欢听到的。好，哭了，感动的哭了。你的老公非常有心。有一天你的老公在这样给你的时候，你会哭吗？对，我现在就会哭。哎呦，哭了啊。好，很感动。小玲，你的目的达到了，你的这份温暖让你收到了，对吗？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因为他平时生活当中都是大大咧咧的，然后也不会照顾自己，很多事情他都老是忽略那些细节。然后我都会替他想，但是我没想到他今天在舞台上做这个事情，真是的，以后不许干这种事情了。本来人家挺开心的，把这个搞哭了，就是开心的累，一定要知道。所以我觉得，哎呀，女人真是好哄啊。就平时你怎么样大大咧咧，忽视她都没有问题，只要在关键的时候给她一点点感动。我问一下那个幸福的小女生，你的老公当初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要选择嫁给他？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比如说幸福不能用车啊、房啊、戒指什么的来衡量。一个人生活就那么几十年，如果说靠这些东西来衡量幸福的话，我就觉得活得太没价值了。你肚子里的宝贝现在多大了？快八个月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能听见你说话哦。他的老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老爸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艺术家。就这一点可以让他无怨无悔地跟着你。你觉得他的舞跳得怎么样？这些不重要，对不对？他在想，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打分了。跟专业的老师比起来，他的舞跳得很含蓄。就这句话，就这句话就得再加十分在他的身上。好可爱呀。好，我们看看评委老师给他们打分。太太刚才那一句我老公跳得很含蓄，我觉得这个分数我没考虑进来。我给一个不太含蓄的分数，80分。你的表演特别的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舞蹈部分很少，然后表现的也是比较含蓄，所以我的分数是我觉得你们刚刚的爱情让我很感动，爱情的部分绝对是满分的。但是呢，回到舞蹈的专业上面，我可以给凤荣一些建议。如果说你是踩着踢踏舞的音乐跟节奏，其实这个表演就会变得很好看。现在外国在纽约很流行 DJ 配合画家，就是 DJ 放音乐，然后画家作画。那如果你能够加强你肢体的节奏感，你能够配上音乐，然后同时在步伐上稍微设计一下，我觉得会让你这个表演更有价值。但是今天呢，我还是必须把持住舞蹈的这个关卡，所以我给你的分数是60分。虽然今天你踩了我的脸，但是还是踩得我很开心。我觉得两个人在肚子当中都有一个小宝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希望你们的幸福生活指数永远都是往上走的，所以给你们70分。是，谢谢。同样，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黄凤荣在我们的奥特室里面究竟奥特了哪一位评委。中国热舞第9王刘涛。歌坛小天后郁可唯，新生代综艺小天王大佐，新生代实力歌手洪坤。